再看就是号称台北市第一座智慧社区的东明社会住宅，今年的2月份才启用，不过才过了半年哦，其中一栋楼的这个客梯上周就无预警的故障了，导致有妇人被困在电梯里头长达40分钟，直到警消抢救才脱困。而事发到现在5天了，电梯还没有修好，250户的住户只剩下一部电梯可以使用。上班上课时间呢，大家出门等电梯要等个10分钟以上，让住户实在是受不了。等电梯又等了快10几分钟。等了又等，电梯就是卡好久，住户超级不耐烦，个个怨声载道。有的楼层没有按，他还是开门啊。刚刚的门还关不起来。只有一场啊，要很久啊，现在到 R， 然后到21楼啊，等好几分钟，有时候就靠在墙壁这边看着，傻傻的看着等。让大家超火大的是今年2月才启用的南港东明社宅，这栋已逼的客梯上周无预警故障，一名妇人被困了40分钟，直到警消到场才脱困，但至今都5天了还没修好。你连来也没有来，你就是盖章，那你那个官印是随便都可以盖的哦。那你科批的话也是，那是在欺上瞒下咯，那这些官员是要干什么的我不知道。等一下，我现在从18楼走下来，搞什么东西啊，真的是哦，没办法，然后安全门都不能开，不能关。你看安全门也是，人家也抱怨。访问到一半，还有住户从18楼走下来，难怪火气这么大。但坐着轮椅要出门看医生的住户，只能慢慢等。实际测试等电梯要等多久呢？离峰时间超过6分钟，而且问题还不止如此。明明最高只到21楼，竟然还出现这60楼的奇景。60看起来又像 Go 吗？那你？这到底是机械故障，还是真的发生什么状况哦？7月份哦，不要乱搞，不要乱整人，不要搞鬼，不要把民众当傻瓜。公宅品质是市政府一直强调的居住正义哦，管理居然这么松散。那我们现在是情况上这样，今天原则上今天应该要修完了、那如果还有要浇料的话，这几天要帮我们把它处理到、因为怕浇料要时间而已。对。都发局表示已经请厂商抢救中，只是电梯外部还贴出请大家早点出门以免电梯塞车的公告，恐怕住户们看了真的哭笑不得。民事新闻陈秀伟、李建伟台北报道。